据 The Athletic 记者 Kelly Eco 报道，火箭打算在常规赛为克里斯保罗保留体力。Kelly Eco 写道，如果布兰登奈特健康，他应该是很好的替补控卫选择，他会和麦凯威竞争时间，会有时间的。火箭不想在常规赛让保罗太疲劳，他们有深度让保罗轮休。奈特职业生涯三分命中率 36%， 如果他能上场，在一支更出色的球队里，他或许能得到更好的出手机会。On Fire 天朝最大摇的篮球 APP。